其实，英杰哥，他已经把你的身世都告诉我了。我知道，不论是谁遇到这样的问题，这么突如其来，肯定都接受不了。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，所以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来啊！我已经计划好了，我想我们一起先去吃饭，吃完饭以后去唱 KTV，好不好？我们把紫金、小婷都叫上。但是我今天想要一个人静一静，你先回去吧。不然我陪你聊聊天也可以啊，就我陪你。牵牛，我知道，不管是谁遇到这样的问题，都会很难接受的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勇于面对啊，你有我。我可以一直陪着你啊，够了，你来说。可以不要再讲了。你可以先回去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也只是觉得你心情不好，然后想陪你聊聊天。喂，你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吗？我为了你推掉今天两个广告的拍摄，人家都急死了，你知道大吗？小姐，麻烦你不要再讲了，你不要一直缠着我好不好？我真伺候不了你。对，我是说过我喜欢你，那要怎么样？那是男性荷尔蒙分泌过剩，一时冲动说出口的，瞎说的嘛。你不要那么认真好不好？我跟很多女孩子都这样说过啊，我喜欢你，我好爱你，但他们都没有怎么样。我知道你是大明星，大明星了不起，大明星有好多男生围着你。对，别人是这样子，我不是可以吗？你看你的个性，野蛮霸道不讲理。脾气古怪又不温柔，除了你这张漂亮的脸蛋之外，我想问你一下，有一个男人会爱上你，有哪一个男人会喜欢你？英杰哥嘛，英杰哥爱死你了，不用你讲，大家都看得出来，他被你迷得团团转。我金千鸟，打死我都不会爱上你。你说你喜欢我，是一时冲动。我问你敢不敢再说一次？我就是一时冲动说出口的，怎么样？玩不起？你不是演员吗？你不是很会演吗？每天跟人家讲说我爱你，你爱我。导演一说 action，刚认识人就抓过来狂亲，甚至还要舌吻。你现在不要告诉我，你爱着我，爱得我无法自拔。我觉得很恶心。这一巴掌，算是我送给你的，让你误会的代价。出去，走啊！你不走是不是？我送你。我送你，拜拜。你这个混蛋！我爱他就别伤他，自己痛。高兴什么？你的笑容有时候也宁可当作你在为我加油。